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太湖曾经被称为震泽。战国时代的尚书与贡篇曾以三江济入震泽底定八个字描绘太湖一片茫茫大泽的状态。唐开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七四一年，震泽这个名字被赋予太湖边的一个水乡小镇，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不知是神奇的自然汇聚了美景，还是出自人类浪漫的联想，从地图上看，今天的震泽宛若一个完整的蚕茧。蚕是锦绣繁华的历史开篇。每年四月是震泽最特殊的月份，所谓春蚕半年凉，一年中最好的春蚕就是从四月开始饲养的。一入春，蚕农们早早就把家里的蚕具洗净晾晒，等待着蚕种的到来。蚕娘金银凤从小跟着母亲学养蚕，今年66岁了。这是叫蚕大，那么蚕宝宝从小时候到出荷就是住了搿里的，那么等到出荷开始有4、5年的呢，蚕大里就住不落的，要放到地牢去的。发蚕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金银凤早早的来到村委会，她除了领自己的一份，还负责配发蚕种。蚕种孵化前的卵壳是透明的青色，用加温的办法促使其孵化，称为催青。这好似小米大小的蚕种要一粒粒数过来。从明早夜里开始要加温的，要温度的，一个第四周温的非常低的，中国一般嘛76度。金银凤先将蚕种倒在一张棉纸上，再小心翼翼地折起来。谚语说，春蚕宜火，秋蚕宜风。从前暖种甚至要靠蚕娘的体温，今天这种古老的方法虽然已经被舍弃，但祈求之心依然相同。小满，一个富于哲理的节气名称，既有对富足的敬畏，也有对收获的期许。每年小满节，仙蚕祠中总是人声鼎沸，远近的养蚕人都会买好香烛来这里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古戏台连演3天，越剧小生徐群英正抓紧整理妆容，第一场戏由他开场。小满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节日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小满节嘛，也是就是我们蚕神娘娘的一个生日。那么我们以小满戏呢，给蚕神娘娘送生日贺礼吧，那么也预示着下半年蚕能够丰收。桑园访妻的唱段在这古老的戏台上传唱至今，蚕花娘娘的传说寄托着蚕农对于美好生活的神往。历史上太湖流域桑园遍布，这里既是桑蚕产区中心，又是生丝集散中心。生活在这里的蚕娘们
精准掌握着蚕的作息。从蚕卵到吐丝成茧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蚕娘金银凤通宵达旦地守候着，每天喂食六次，每次间隔四小时。好像从十五岁开始养蚕，养到噶许要养五十几年了，好像一直养到那，好像蛮喜欢养的。虽然吃力，虽然蛮个个嘛，好像伊速度快呀，每天一个养蚕宝宝。江南人称蚕为蚕宝宝，而日夜为他们操劳的养蚕妇女就是蚕娘。去桑园采新鲜的桑叶，金银凤一天要来来回回好几次。小船呢，要吃个只叶呢，上中大落，搿只叶是真个长的，搿个叶底落要有点落的。你假使讲人家打叶是他搿里向钻个勿得，你搿只叶片落扛上一点点，伊就要吃的就要中毒。今年，金银凤家里的桑叶产量达数百斤，到蚕宝宝吐丝结茧前，三亩多桑园的桑叶都会被吃光。